got a smile, got me waiting for the weekend. Couple texts, spend a check, tell her bring a friend. Hi hi, 大家好，我是妹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今天呢，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组居家徒手12分钟撕裂者腹肌运动。那因为妹最近在减脂嘛，一周坚持锻炼3次，这一组运动真的有让我的马甲线变得更加的明显。那这组运动呢，也是徒手，完全不用任何器材。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开始跟着我训练吧。这一组腹肌运动总共有15个动作，中间几乎是不休息的。第一个动作来到我们的仰卧卷腹的变化型，我们的两脚先从腹部延伸出去，做一个打开跟合拢的动作。那在动作过程中呢，记得背部一直紧贴着地面，意味着感受到核心持续的出力。剩下10秒了，加油！下一个动作直接来到轮流的上台卷腹，我们的两腿只要下降到大约45度角。接着屁股一蹬，将我们的腿部、臀部离开地面，运用到我们的上腹肌，并做轮流的抬腿的动作。最后5、4、3、2、1，起床。下一个动作，轮流的碰直转腹，将我们的两手先往头部延伸，接着卷起我们的上腹，碰到我们的脚趾，让我们的胸部离开地面，肩颈稍微放松一点，加油。最后5、4、3、2、1，很好，还是不休息，来到45度的交叉腿，停在大约45度的上方，两脚轮流做交叉腿的动作，还是一样记得我们的背部不要悬空，让我们的腹部下压，感受到核心的出力。来，最后的10秒。下一个动作，蝴蝶式的卷腹，将两手两脚同时的下降，并用腹部的力气卷腹，让我们的手碰到我们的脚。下降的时候可以慢，感受到核心的放慢出力。上台的时候收缩一下我们的腹肌，加油啊，孩子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你可以休息一个30秒的时间。稍微喘口气之后，先给我一个侧平板的预备位置，你可以从右边或者是左边开始。做一个侧平板支撑的动作，让我们的手与地面大约是成90度角，用侧腹的力气将我们的全身 hold 住，并做下降以及抬起的反复动作。下降的时候慢以及控制，上台的时候收缩我们的侧腹肌，停在高点慢慢下降。倒数3、2、1，老马不休息，手跟脚停在半空中。最后5秒 hold 在这边，3、2、1，很好。倒数10秒，进入到另外一侧来进行。一样下降的时候慢速控制，感觉到腹肌的收缩，接着将我们的臀部抬起至顶端。
沉下去还有20秒，下方的手会稍微有一点酸是正常的。来，倒数8秒，6、5、4、3，还记得吗？等一下最后一个动作，停在高点10秒，不要下沉，时间很快的过去了。3、2、1，非常好。下一个动作，回到我们轴撑的平板，做一个蜘蛛平板，接着向上踢腿的变化型。让我们的脚往我们的手肘靠近，接着向上方的踢腿。倒数3、2、1，一样不休息，平板的前后移动，将两脚一蹬，往前往后移，我们的腹部以及身体维持在同样的高点。手臂会稍微的有感，核心持续的收缩。倒数5、4、3、2、1，还是一样不休息，来到两手撑地的平板，碰一下头，接着往前的延伸，换另外一侧来进行。延伸出去的时候，记得骨盆不要歪斜，稳定住我们的骨盆，多感受到侧腹肌的延伸出力。倒数8、7、6、5，最后加油，3、2、1，很好。下一个动作也是一个变化型平板的点地，接着往前一跳，往左右的点地，往前，加上一些跳跃的动作，会感觉到有一点喘累，但是我们不急，慢慢来。倒数3、2、1，休息30秒的时间。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，下一个动作给我一个侧躺的预备动作，我们要做侧边的卷腹，用我们的下方的臀肌来支撑，手部稳住我们的身体，两脚延伸出去之后，用我们上方的手肘来碰触到我们的膝盖，两脚延伸出去的时候慢，感受到我们的侧腹肌的伸展，接着收缩。最后进入5、4、3、2、1，20秒的休息时间。来到我们另一侧，一样是做侧卷腹的动作，两脚延伸出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身体有一点不稳，是正常的，因此你要时时刻刻稳住你的核心躯干。感受到腹部收缩，你可以的。再多坚持个6秒，5、4、3、2、1。
接下来回到我们的坐姿，下一个动作会是轮流的 V 型卷腹，将我们上身微微的后倾，两手在后方作为支撑，左右的一抬，回到中心的时候用我们的上腹紧缩，下降的时候慢，加油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好。接着我们不休息，我们的两脚悬空，如果无法的话，也可以轻轻的碰地，两手做轮流的伐木的动作，不仅是旋转，回到中心的时候，往上，再往侧的动作，掌握好之后可以快一点。倒数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一样不休息。我们的两手可以撑在后方，做小幅度的踢腿，在靠近地面的位置，轮流的踢动我们的双腿。你还有最后的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动作，基本的仰卧抬腿，但是在上方做一个屁股离地的动作，可以更收缩到我们的上腹肌。来跟妹一起倒数最后的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做完真的有一种腹肌在抽筋的感觉。那如果你有完成这组的话，记得在下面留言打卡跟我分享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